生肖机能以偏财发家。属鸡人命中有着比较好的财运，尤其是偏财运。属鸡人很精明，对于金钱问题更是非常敏感，他们赚钱的能力强，正财收入有了保证，而真正让他们发家的却是偏财。可是属鸡人本身比较张扬，还是选择低调一些比较好。二，生肖猪能以偏财发家。都说属猪人有福气，他们命中带财，确实是非常有福气的人。属猪人看似憨憨的，其实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，尤其是很善于把握身边的好机会。虽然他们比较懒，导致正财收入不多，可他们的偏财运很好，中奖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，生活中充满惊喜，更是可以靠偏财发家。三，生肖鼠能以偏财发家。属鼠人聪明机灵，适应力强，做事也非常灵活。其实一直以来，属鼠人的财运都是比较好的，身边会有着不少的赚钱机会，在他们的生活中更是有着许多意外之财，如果能够把握好，就是很大机会能以偏财发家的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